送你好错了，还是送你一束花，到底心里有啥？我们一共有12个分团，有1055名队员，分布在石家庄市的一些主要的公园。现在这个喜欢的人是越来越多，队伍在逐渐的扩大，啊，现在给我带来的这个最开心的事就是快乐和健康。一开始也是有点不服气，在家里什么也不干，我也挺生气的。我说这什么也不干，那就这主管干就对了。现在吧有这么大成绩，我也替为他挺高兴的。他付出了也很多，为他很高兴。谢谢你啊。